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变化，市场对质量、成本控制和市场响应速度的要求日益提高。找到一家拥有完整自动化解决方案的合作伙伴，帮助您战胜生产制造中的挑战，给予您赢得竞争的优势，成功与失败可能就此区分。 GERBER科技是您全方位解决方案的提供商，现隆重推出最强大的单层和低层应用GERBER自动裁割系统 Z1，非常适合裁割高难度的复合材料、软体家具面料和各种各样的产业用纺织品，精确、快速、灵活。 GERBER自动裁割系统 Z1的核心是其所采用的先进软件 Access， 它基于 Windows 平台，能够适应您的裁割系统和运营增长的需求。 Access 软件将显著提高您的生产效率，比如拥有全面的报告功能，可帮助您更加自如地控制公司业务，可以分析系统产量、材料利用率、加工时间、单个任务统计和其他项目。 能够发掘提高裁床操作员效率和优化裁割过程的机会。任务队列功能可使用户可将一个班次或一天的裁割任务同时加载入系统，还有任务恢复功能，帮助您在任务中断后精确地从中断点上恢复裁割。GERBER自动裁割系统 Z1基于全新的分布式控制系统平台。 该平台为增加许多强大的系统选项配置提供了良好基础，如喷墨打印裁片标识系统、GERBER Contour Vision 扫描裁割系统等。智能系统与主控制器分离后，系统更具模块化、更灵活，简化了安装过程，加工能力大大提高，系统正常运行时间的最大程度提高也让用户从中受益。 GERBER自动裁割系统 Z1按照您的工作流程运行，可选择按分区或连续裁割作业来最大限度提高生产效率。此系统可安装三个裁割工具，以最大程度降低工具更换，还包括一支用来注释的笔，可选择安装圆刀、划刀和各种剪口和冲孔工具，最佳适应您的裁割应用。 大幅削减您准备裁割任务的时间。当您确定某种材料的最佳设置后，可将其保存以便以后多次重复使用。直接使用裁床上的触摸屏，可容易地调整您的参数，包括工具压力、裁割速度和真空等级等。选配的工作站可使您快速识别裁片、简化分组和捆包过程。 您还可在工作站的触摸屏上选择需要修裁的裁片，自动将其重新排版并快速修裁。GERBER自动裁割系统 Z1专为最大效率和最低能耗设计，配备了智能变频真空调节器，系统可根据任务调节真空状态，裁床处于空裁时可以将真空量调至最低。 GERBER科技始终把操作员的安全放在首位。GERBER自动裁割系统 Z1配备安全挡板，一旦挡板与操作员碰触，会立即停止裁床横梁，还在六处安装有紧急停止按钮。该系统通过了 UL 认证，并符合 CE 安全标准。GERBER自动裁割系统 Z1还配备有 Gerber Connect。 远程诊断系统除了自动检测您系统的状况 ，GERBER Connect 还可通过安全的互联网连接，让GERBER服务人员诊断您的系统，并采取措施以确保其处于最佳工作状态。GERBER科技提供的可靠服务能够保护您的投资。 GERBER科技拥有由高度熟练的应用和技术支持专家组成的强大全球网络，我们还提供最高品质的耗材和零配件。
这一切源自发明自动化裁割系统的公司，并且在40多年来一直领导创新，与全球成千上万客户并肩工作。今天，格伯科技汲取数十年的经验，推出新型自动裁割系统 Z1。您可以依靠它生产精确裁片，减少工作过程，缩短交货期，并实现最佳利润。马上和我们联系，与我们探讨您的需求，您将发现格伯是值得依赖的可靠合作伙伴。